我们需要的那些资料。所以有的时候啦，杀鸡可以不用牛刀了。如果有时候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的话，那个报表内容不是需要用那么多栏位的话啦，我是建议哦，你干脆直接用什么？用康一幅跟三一幅啊，其实就可以帮我完成。那里面的话有个重点嘛，哦，就是用定义名称这一部分也蛮重要的哦。如果你不会定义名称的话，那有些事情哦，恐怕还是要不断的在改，或者容易出错，再来可能没办法理解到底那个范围是什么东西哦。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假设我希望改成用枢纽分析来做的话，那首先第一个，哦，你可能应该这个位置应该不陌生了，在插入里面有一个枢纽分析表，哦，那枢纽分析表里面，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带入的是哪些栏，好，哦，特别是哦，它会自动帮我把那个范围里面的栏都带到这个我们的左上角。那如果说你今天呢希望把哪一些栏拿来做分析的话，那里面当然有几个概念，一个是列，一个是栏，哦，纵向是列，横向是栏。那你可以把这些栏位呢，把它带到你要的列或你要的栏里面，啊，最后做什么样的计算？所以呢，中间这个区块是做计算的动作。那计算什么东西呢？如果是名称，它就是帮你做康一幅；如果是里面是有数字的话，它就帮你三一幅。啊，除非呢，你可能需要别的啦，比如你要把三一幅或康一幅改成其他的，像什么平均的话，那就是 average 一幅。OK，啊，如果找最大最小哈，哦，就是其他的需求啦。不过常用的，我想还是用三米跟康一幅最多哈，哦。那所以呢，接下来也许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怎么去完成。那里面当然呢，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哈，哦，也许我今天假设我希望做出类似哈，哦，像这样的一个枢纽分析表。那里面的话，纵向就是我的名称，就是像那个产品名称嘛哈，哦，假设哪些产品在列。然后呢，哪一个区域在蓝，最后帮我把它里面呢卖出去的那个台数帮我加总，OK，好，哦，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这个地方该怎么做？首先第一个，我们一样哦，切到刚刚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先停止一下，OK。然后切到我们刚刚的那个通讯产品做完的这一个工作表里面。那首先第一个，请你把游标放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储存格就可以了，任意储存格哈。那再找到插入里面有一个叫枢纽分析表，好，按下它之后，那它会自动帮你抓到什么呢？抓到就是你现在这个范围整个哦，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范围一定是连续范围哦，所以中间如果像之前有同学是什么，中间断开来，哇，有一个什么呢？空白的列的话，那就不 OK 哦，那就资料没有正规化，OK 不能有断开来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规化了，那表示这个资料是 OK 的。再来呢，你可以喂给那个枢纽分析表，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它会给一个工作表名称加范围，OK，那我们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按确定啊，哦，那它会自动帮我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如果将来如果说你要放在其他位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放在某一个工作表的下方，所以一个枢就是一个工作表里面可以放好几个枢纽分析表，哦，啊，不过目前我们全新的一个好了，新工作表按确定。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哈，哦，在我们的那个画面上，你会发现呢，哦，我刚给各位看的哈，哦，左上角这个区块就是你要放，比如说我今天需要统计的是产品名称，所以请你把产品名称放在列标签。OK，你会发现哦，哎，这个时候呢，他就帮我把那个这个产品名称就显示出来。再来区域的话，帮我放在蓝的标签。好，OK，哎，这个出现了。接下来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希望再统计它的卖出去的台数。OK，不是销售额，你把它放开。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哈，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显示出来，不过显示的结果好像怪怪的。你会发现它这个目前哦，它是用计数，哎，可是我要的不是计数哦，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哦是帮我把它改成所谓的康一幅，哎，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话，记得哦，你这边可以什么，再点选它，哦，点选之后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改一下，改成什么呢？我看，哎，区域名称单位台，OK，然后呢，这边的话呢，点选那个计数的部分哦，
帮我改一下，因为他预设哈、哦，要不就是康一幅，要不就是三一幅。那你这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点选之后哈、哦，然后它会跳出一个值的栏位设定 ，OK。那你会发现呢，它的预设其实应该是加总才对啦，不过它奇怪怎么跳到那个项目哦，把它按加总按确定。那你会发现，我把它做修改之后的话，它马上哈、哦、由康一幅变三一幅哦，所以基本上啊用最多的，所以为什么我会先介绍那个康一幅跟三一幅？那、啊、基本上哈、哦，它背后运作的就是这两个函数为主，其他的话呢都是后面我们再把它加进来的哈、哦。那接下来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哈、哦，哎，刚刚最重要，你把这个名称加到列，区域加到栏，然后呢单位台加到这个Sigma 加值的部分，那里面当然我刚好给各位看哈，你把它点选之后，它这边有个那个所谓的值的设定。那值的设定其实哈最重要就是底下这几个项目的功能啊，最常用的也许加总跟项目、平均最大值还有乘积等等，底下有这些功能。那除了这个之外哈，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呢，它旁边有一个页面叫值的显示方式。如果说哈，将来你要显示的，大部分我们如果看到它销售的数量哦，其实好像还没办法表现得很明显的话，其实我们常做的就是可以把值的显示哦，把它改成呢什么呢？百分比。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哎，全部的总 total 的百分比占多少，我想要知道百分比就好的话，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切到值的显示，把它改成所谓的总计算百分比。好、哦、啊，这边的话呢，如果把它改成总计算百分比的话，按个确定，哎，它会自动帮我把每一区的销售情况的百分比帮我显示出来 ，OK， 然后呢，每一个产品的销售百分比也帮我显示出来，哦，也就是说呢，如果将来你显示的不希望是数字，而是希望啊、哦、是百分比的话，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值栏位设定部分的话，可以把它稍微做个修改 ，OK。好，那目前的话我大概知道一下这个百分比总计百分比哈。那我们这个枢纽分析表啊，暂时还是先把它改，我至少知道说有这个功能，按个确定。那当然显示的方式啊，除了说有所谓的总计百分比之外啊，其他还有其他的显示方法啊，这个后面我们再来谈。啊，首先的话呢，我一样再把它改为无计算好了，按确定。啊，又恢复了哈。那接下来的话呢，如果我把它做完之后啊，接下来呢，假设我不希望显示啊，特别注意这上面有所谓的蓝标签跟列标签，那这个蓝标签啊跟列标签啊放在这里感觉怪怪的，哎，蓝标签列标签，所以啊你有两种做法，第一个啊，要不就怎么样呢，可以把这个蓝标签跟列标签改成有意义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蓝标签哦，实际上指的就是区域，所以你上面你可以在蓝标签点两下，可以把它改成所谓的区域两个字好了。比如这边的话，可以把它改一下区域。啊，其实它是可以允许被变更名称的。列标签呢，你可以把它改成叫什么产品名称。OK， 好，然后这样改完之后哦。接下来的话呢，吼，还有哪一？不过哦，除了说你可以改名称之外，那可能有同学说，老师，那我干脆不要显示，可不可以？哦，不显示，这样子看起来就不会哈、哦，感觉多了一个东西在那边。如果你今天呢，你不希望它显示的话，还有一种做法，如果这个跟这个，假如第一种方法是改名称啦，第二个的话呢，如果你不希望显示的话，请你看到枢纽分析表的选项。找到那个左上角哈、哦，如果你不显示它的话哈、哦，你可以点选呢，有个叫栏位标题有没有？把它点一下，点一下之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哎，栏位标题就不见了。OK 哈、哦，啊，另外哈、哦，顺便讲一下，上面还有什么呢？加减的按钮。哎，不过你会发现哦，现在假如你加减按钮按下去哦，它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不会 work 哦。那、啊、你想说不会破壳，那干嘛有这个东西啊？特别注意哦，这个加减是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哈、哦？我先把那个加减哦，还是恢复。我们请各位哦，在哪里呢？列标签下面哦，再把年度，哦年度哦，
帮我拖拉到产品名称的下方。 OK， 这个时候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哦，拖拉到下方之后的话，列哦又多了一个部分，就是在大哥大手机下面又有101年、102年这讯息，而且哈，它的旁边会多一个减号，啊，这个减号不是装饰用哦，你可以点它一下，它就怎么样，它就折起来了，再按加号又打开了，有点像是打开收起来收折的这个功能哦。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希望哦这个地方哦，就是啊两个列里面两个栏位哈，可以收折的去观看的话，那这边有个加减。不过呢，如果将来你不想让使用者可以任意的去切换的话，那你可以把加减这个部分哦点击下去，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把这个加减哦把它点击下去的话，那这边的加跟减有没有就不会出现了，也就意思说哦就不让你收折了，你也没办法收折起来看了。OK， 大概是这样哦，所以这边有一些功能可能要慢慢熟悉一下。以后呢，哪一些可能你不要的，你可以自己再针对你的实际上需求去做一些这个调整哦。那最后的话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功能哦，像这个刚刚提到的，在讲义的26页哈，栏位的标题，如果你把它点击下去，它就会是空白的。好啊，如果你要显示的话，不然你就是把那个栏的标签跟列的标签重新命名，哦，命名一下。那再来的话呢，其他还有就是说，假设哈，我这个枢纽分析表已经不要了，我要把它删除的话，那以前删除的话哦，理论上当然呢，我们习惯上都是它选取，它按 delete 啊，对不对？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你选取 delete， 这是一招哦。但如果你不想用选取 delete 之外哦，其实你会发现在选项里面呢，它当然还有一个什么呢？可以让你什么？选项里面呢，还有一个所谓的清除。那清除里面的话呢，哈，可以。但第一个你可能要先选取枢纽分析表，好。第二个的话呢，把它做清除，它就清除掉了。但是你会发现哦，刚刚的清除哈，跟现在的清除哦，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你会发现哦，刚刚的清除哦，如果按 delete 的话，它是全部都不见。但如果说你刚刚用这个选项里面的那个清除的话，它好像还要留这个东西啦，枢纽分析表。哦，不过放在这边好像感觉怪怪的。如果你要彻底把它删除哦，恐怕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按个 delete。不过 delete 掉哈，我们按 delete 其实只有清除里面的资料，枢纽分析表是不见的，但是底下的格式还在。所以如果其实你要彻底清除的话啊，还必须怎么样？利用那个常用里面的清除，清除全部，它才会彻底的不见。哦，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如果以后哦，你假设加了之后，你要把它拿掉的话，不外乎就是说你用它里面的选取功能，不外乎就是说呢，哦，你选取它按 delete 啦。不过好像感觉起来啊，最简单的方法，好像似乎哦，选取它按 delete 应该是最简单的。OK， 啊，如果清不干净哦，建议哦，你可以用什么清除全部，这样是最彻底的啊。不然有些时候你可能加了，然后你不想要让它存在的话，那你可以哦，利用我刚刚讲的方法啊，最彻底的还是清除全部啊。OK， 那再来的话呢，其他部分的话，我刚刚有提到，如果我要在底下再增加其他栏位的话，那比如说我增加年度，我可以再把它拖到列底下哦。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底下还可以做所谓的显示隐藏部分啊。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哦，哪一些项目我不要让它显示，哪些项目不要让它就是哈，显示出来的话，我可以在这个标签，不过特别注意哦，你还是需要把所谓的这个标签显示出，你才有办法去做筛选。那这个地方的话呢，第一个我们把栏标题显示出来，那你会发现呢，产品名称旁边会有个箭头。如果说我今天呢，我要把那个大哥大手机隐藏起来的话，你会发现你把它的那个筛选呢打勾取消按确定，哎，有没有？这个就不见了。那其他也是一样啊，但另外区域部分呢，如果你希望区域部分里面的像东区部分不要显示的话，一样在这边有个筛选，你可以把东区打勾取消，这个时候呢，它东区的资料就不见了。OK， 你可以用筛选的功能，所以里面的话哈，有一个筛选功能，可以把
你不要显示的资料哈，可以不显示出来啊。如果恢复的话哈，再点击它一下，记得把它全选就可以了，按确定，哎，它要恢复了。那也就是说，有些要显示，有些不显示的话，可以透过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筛选功能。但是筛选功能呢，记得一定要是在那个栏位标题有显示的状态下才能点得到。哦，所以这个变成说，如果你这个栏位标题没有显示的话，那就没办法做后续的筛选动作。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可以再把那个哪些栏位要显示，哪些栏位不显示部分的话，再做一个设定。那剩下来的话，其他就是说栏位的排序，比如说你今天要针对哪些做排序啦，其实在枢纽分析表里面呢，它也提供让你做再进一步的排序功能。那排序的话，你可以利用资料里面的排序，看你是要 A 到 Z， 就是递增，或者是 Z 到 A 递减。好，当然你这边可以点选它，它会针对呢你要做排，就是排序的部分。但第一个你要先把范围选取，然后再做排序哦。它可以让你再做资料的重新排序啊，其他还有像进阶排序也可以让你再排序哦。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利用那个排序功能再把这部分稍微做一个练习啊。再来的话呢，最后还有就是说，在我们枢纽分析表多一个叫做报表的筛选。比如说我今天我把年度，假设我把它移掉，特别是要年度如果要移掉的话我的习惯当然你可以，我的习惯是直接怎么样把它拖拉到上面，有没有删除某一栏的话，其实移到这个上面空白区域放开，年度就不见了。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是用所谓的筛选的方式显示年度的话，那你可以再把年度放到，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报表筛选。那这个报表筛选意思说呢，它可以用页面的方式帮你显示出你要哪一年度的这个资料出来，所以把年度放在报表筛选里面。那各位可以看到在哪个地方呢？在这个枢纽分析表的上方会多一个年度出来这个加进来之后，那它的作用主要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只要显示什么，显示101年的话，那你可以把101年选取按确定，那你会发现它只会显示的是101年的结果。那一样也是102年，如果102年就显示102啊，其他的话如果你要恢复的话，这个地方也可以让它显示全部。 OK， 也就是说呢，可以再增加一个筛选功能，让你的枢纽分析表想看什么资料就可以做切换去显示出来，大概会有这些功能那假如说我今天呢希望最后呢能够再让它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做所谓的交叉的分析了那所谓的最后再讲一个交叉分析部分的话，你可以从那个功能里面可以再找到一个蛮重要的功能。这个交叉分析功能基本上呢，如果我今天呢要插入那个交叉分析，比如说我今天除了年度，我还要再看产品，还要再看区域的话，那你可以从那个我们的选项里面找到有一个叫什么呢，插入这个交叉分析器这个功能。那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假设了点选它，我们先试着用年度好了按确定。那你会发现呢，它旁边也会增加一个像这样的面板。那这个面板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如果点101年，它就只会留101年，102年就100，其实有点像是刚刚的那个报表筛选，但是好处是呢，可以用点选的。那其他部，如果你要恢复的话，它的右上角会有个清除，清除筛选的话呢，你点选它，它会直接把它移掉。当然，如果你要删除掉它的话，点选它之后按 delete 了，它又消失了。除了可以筛选，就是你可以，除了交叉分析之外，你还可以再去做什么？其他更多的，像年度，假设产品也要，区域也要它按确定之后的话，它会同时给你这三个面板。当然理论上应该没有这么，不会用这么复杂来做分析啦。只是说如果你今天希望有多重的这个筛选的话，那你可以一次产生多个，
那并且101年里面的大哥、大手机，然后中区的，他会留下你要的部分而已。OK 哦，大概是这样的交叉分析。那、如果要恢复的话呢，一样再把它的右上角这个按钮把它点开来，哎，它又恢复正常了。OK， 不过哦，这个理论上这个是蛮方便的功能的、不过有时候它还蛮占空间的，放在这里哦，有时候感觉不好用哦，所以至少你知道有这个功能。如果你要把它删掉的话，记得就是选取它按 delete， 好、它就会把它删掉了。如果移动它的话，很简单。就点击它，拖拉到你想放的位置，它就放在对的位置上。使用其实非常，我是觉得还蛮简便的。有时候你做报表的时候呢，一看马上每一区就出现，移除就是这边移除。另外如果你觉得它这个颜色不够漂亮怎么办？没关系，上方呢你还可以再变换颜色。比如说你想要变个这个有点像偏这个紫色的，按一下紫色的。所以不同的颜色上面也可以变更。请各位稍微熟悉一下，试着把我刚刚讲的枢纽分析表里面的相关功能试着使用看看。OK， 试一下。